他自己的生活，他永远用他自己一套的习以为常的，可以说习惯，也可以说业力，在这个让他的生命，这很可惜的。所以今天很感谢各位的出席。那个刀组长，吴良是跟我说，最多应该多少？88位啊。那我们的最少60位，我们是在多跟少之间的，也算不错。那其实我们修罗办道，那也是个人的事情。那我们都是自己的责任。那这个，赵佳欣很喜欢给我一些新题目，他还给我指点指点。不，也差不多了，因为我们在一起那么多年，大概方向、那个愿景在哪里也差不多。所以我们请您来谈谈这个从观点的发扬普度观点。这换句话说，你的生命比我的生命不可能到万年，但是我们可能会这边再来。所以我们要谈谈一个比我们生命更长的这个道路的宏图，我们该站在哪个观点上？我们该做在自己位置上做哪些努力？其实我们是生命共同体，任何不是一个人两个人。就当初的九位兄弟，到现在还留下几位了？我们给我们老兄弟掌声一下好吗？这个九位还剩下一半以上哎，不简单哎，不简单。那韩大一个已经成道了，那个第一批的这个韩主里面啊，那成道在天上会帮助我们，他也不会缺席啊。那我们的愿景，它有两个很大部分，一个是流利，一个是属于开道的一个动力。那开道就避免不了财阀履历这四个要素。所以各位人才，不管你是在区长、在分区长，或者是共同负责人，是以后你可能是一方面的一个领导者，我们都很清楚，你手中的财阀履历就是你的资源。过去或许是原子工专，现在是原子科技大学。我们董事长是王永庆，王永庆他那时候应该是比较闲，事业不算那么大。所以他们都会跟我们毕业班一般一般座谈。那我觉得那个时候很想赚钱，我就问他：“董事长，你怎么有办法赚那么多钱？”他的笑声很狼爽，哈哈，然后就说：“哎，我运气比较好。不过话说真的，如果你今天去上班，你的薪水是固定的，足以温饱。如果你今天去到个摊位，其他你哈摊位，你早点开门，晚点结束。”人赚的钱会比去上班还好一点。那今天你进了一个公司，就不是这样子的。我们说才华履历，它的人事实地物，各种资源、人力、物力的资源，如何整合，如何用制度来架构它。所以各位，我们今天修道，当然诚心诚意那是一定要的。光只有诚心诚意，没有方向，没有架构，会。可以说会做很多白工，也就是说，那可能会事倍功半。所以今天我们也就是想说，在刚刚谈论的道场流里，其实那个也不是我发明的，那是把祖师老千千的那种承上启下。那跟各位啊，像我昨天就有点惊讶，我们七个新领的讲师，一个去见老讲师，我就觉得。压抑，当然请教我都会准，不过我觉得很压抑啊。事后怎么入校到这种程度？各位区长难道你都不会害怕吗？我错一代，七个新人只有一个区，那也就是说你已经不太 care 你的前景的情形。那这样子我很担心你。还有我们很多人才都没有办法去，当然可能是上班的关系，我们也没有怪他的归心去检讨，只是说。我们虽然已经道场分道场以后，我们变成说只有感情上的联系，感情上的一个感恩的一个行为，但是那是维系，等于是母子之间的一个很重要的血脉的一个动作。你看老讲师都说啊，我身边不好看啊，不要来看我。后续跟他的说，我们就是想看，看一眼都很满足。为什么？
你是妈妈，那我们培养幅度有的课，最要紧的是说，如果能持恒，如果能够可大可久，那可大可久，它不是一个口号。如果你没有用心，那你就是口号。你在你的位置上，如何把像刚刚讲的才华、履历，还有一些关键的这个典范精神，你掌握得很好，那你就能够源远流长，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老美人士也常讲到，谈到啊，他说啊，霸道可大，王道可久。所谓霸道是以力取力，你用力的去经营，但用霸道来形容的努力霸道也不是很理想。那也就是说，你在这方面用了很多的精神，很多的付出，那一定会有一些成果。那王道呢，就比较从内心、从德性、从伦理、从精神层面出发。所以修办它是一体的。如果一个领导人他没有一定的修为的话，他会伤害很多人。其实我们今天要了解，要培养一个人可能花一辈子，只是伤害一个人只要一句话或一个动作就够了。各位同意吗？所以我们当个领导人，各位都是领导人，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的每一句话，我们要很小心每一个行为。为什么？后面会余波荡漾，后面会影响会很深远啊。那我们这里有两个只要重点，就想说跟各位的谈谈，一个道常持续成长，它有挑战。不管任何宗教、任何教团，甚至小是一个单位、一个成前组织、一个分区、一个公堂，还是一个事业，都是一样。它要持续发展，它就必须有面对的四个问题。那第一个呢，拓展道亲的来源。那打个比方来说，如果你一个佛堂守着三十年都不动，当然没有压力啊。一个佛堂啊，我只要像是150呀，人字堂是吧？130，我如果三十年前是130，三十年后一起130，那就没有进步了。可是如果你今天是像我们一样，我们是老实讲，我们把可大可久化为一个有序成长的架构，333就是有序成长的架构。当然会觉得说，压力，但是没有压哪会有力量呢？这是很重要的。那么，所以道心的来源，我们现在又分佛堂出去了，公堂的分区了。那问题就提醒说，我们要有这个分区啊。那分区，你们想想看，十多年前我们开始推行333的时候，各位记不记得后学三令五申的规定，每个分区要自己的妻子读经班，那建一个读经班，那你经了三年五载甚至十年，就可能一个佛堂出来了。那各位，我们现在有21公堂了，照理说至少我们要63个读经班，你才足以支撑一公堂要有3个读经班来支撑它个别的发展。当然没有读经班你可以，也可以，因为现在人不好读，真的。所以志工是我们老天慈悲，2001年在日本老师有讲过，志愿服务的方式可以建议做什么。后来紧接着前人推动社区的这个道路社区化，叫我们推读经，我们不晓得怎么办。后来跟李老师他们就把丢给我们，我们不晓得怎么做。那刚好很巧，后来就在志雄的阿嬷的告别式上，一个老人家告别式有3个祖先的人去，那就在那边互相交换名片啊，然后聊一下哦，原来知道有慈心讲堂。那我们就学他们的用开荒模式去建立这个读经班，所以我们也很感谢慈心的，可以说是给我们启迪啊启蒙。虽然方法不一样，不过那个概念是这样来的。所以我们成功的从当时7、8个佛堂到现在20个佛堂，基本上是用这个模式进行的。那我们各位别忘了，那以前有个故事啊，就是一个乞丐，他都是拿着拐杖去延门托钵嘛，对不对？有一次他中了彩票，他把那个彩券放在彩票那个拐杖里头啊，他说我从此不用再乞讨了，就把它丢了。
那兑奖的时候，糟糕，丢掉了。我们因为读经班起家成家壮大了，我们不要忘了那是我们的根，最起码是做十多年来一个很重要的牵引众生、度化众生的来源。这个蓝海，这个磁场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。那如果没有这个，那要想其他的这个读书会啊，或者要接引的方式啊，这稳定的经济支持。过去后学总觉得，你后学的比较乐观一点，我总觉得这个大学里面讲的，有德自有人，有人自有土，有土自有财，有财自有用。只要你有人，就没有问题。可是我发现很多老堂都苦哈哈的，坚黄不接啊。每次像各位，其实我们政府的干部虽然很辛苦，但是很好命哎。后学在那个光位泡茶间呢，有一个人在负责收钱，记得人收钱。拜节的助道会，一个人收一千两千这样收嘞，我们从来没有收过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有经营一些所谓的这个一些事业啊，而且我们把大家布施的钱，我们觉得够就好了，然后我们利用用统包的方式来呈现给上级的母堂跟中心那种助道会，真的啊，你不想，比如说你注意看，做这个动作，我们没有。为什么没有？因为母堂这个地方有一个稳定的经济支持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或者看到我们的每个佛堂都要交业主嘛，对，交业主啊，哎，业主都是一人签一次，会很痛哎。包括人的时候一起签，哇，那个很辛苦。那所以说，我在想，我们这个佛堂盖好了，自己养活自己。好，那后续希望各个区长哦，你不要以为说，哎，这样就好了，不是这样就好了。正和可以做的，希望你想想看，您也可以做。各位记不记得十五六年前，或许刚回国的时候，或许跟各位讲一堂课，或许还记得那个话。我说各位区长，各位负责人，您有没有想过，那时候佛堂七个公堂，正和因为 连台北市的那个业额是八个，就七个公堂，或许就说。那时候这个道气很低迷啊，后学就跟各位区长说：“各位区长同仁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的佛堂有一天跟正德现在一样多 ，N 年之后跟正德一样多？”有些同仁就跟我说：“哎，那我扣零啦，我想要扣零，这样不一定的，谁规定的？没有啊，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西区已经六个公堂，是吧？六个公堂接近了呢，所以已经快接近。”那个数量，所以我们这个稳定的经济支持，当然我们也希望说以后各系列也有这样的筹谋、这样的计划，这个是很现实的啊。所以不像那个基督教他们很好，他们鼓励十分之一的钱捐出来啊，我们做得到吗？所以说这个不容易的事情，他们还要养那个牧师的家庭，他们有一些工作人员啊。那第三个道义的会诊跟心事，就这个我们已经做了。我们办读经班，对家长班讲的语言就有改变了。我们对志工引导的课程内容，一些名词都有改变的。除了名词以外，我们还用更比较前进、社会化的方式来诠释道义。这个我们都在做，只是说我们期待中心呢，应该汇集一些人来做这种事情，因为我们太小。我们又要基层，又要公差，然后又要开展道路，又要做这个事情，会力不为逮啊！这是道义的会诊形式。那第四个很重要，不是政策的问题而已，各区的区长，请问各区的区长最年轻的几岁？热点几岁？四十八，有没有更年轻的？啊，没有。我们区长坐视望母了，那应该可以开始往后看。那当然，我们如果有一循序渐进啊，按照我们三三的这个运作去做的话，就一定有后起之秀，一定会有的。当然，我也觉得不够，比如说年轻这个部分，年轻这个部分，我们现在都是五六年级，差不多五六年级为主体在推动道路。那三次那个。七八年级好像都还把他当孩子看待。其实，当我们还像孩子的时候，
我们23岁才开创这个啊，那已经那个时候很年轻啊，那现在我们好像把年轻人看得没有给他委以重任，这个部分会觉得说我们需要努力，我们需要检讨。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委以重任的话，像昨天在正勇的那个尾牙，看到好多年轻人，看得很开心。这些年轻人，如果你现在只叫他办办活动而已，没有让他叫他委以重任的话，他会流失在人生舞台上，到时候舞台他就慢慢越远离哈。那接下来就是修办的核心价值，也就是说，我们正和从民国87年开始开精进班，我们所抓住的也是这个东西，就是所谓的修办核心价值，就是所谓的修办的典范体制跟开创。那后续很佩服马典老师，他就把它先放出来，因为他观察这么多精进班的配合，他把它归纳出这3点，言简意赅，马上很显目。所以各位，我们所以后续他们觉得说，不像各位有这种感觉。多年来后续发现，贵单位参加精进班的人数，就是你那一年的道路发展的成正比的一个关系哦，一定是这样子的。你一直没有办法让人参加精进班，除非你可以去传承这3个部分：典范、体制、开创成功的案例和方法。那么，这个修范核心讲的典范就是修道的部分，你要把自己修得好，你要有一定的这个典范品格，还有包容，尤其是当领导人的。其实人才哈都有傲气，一般他要带着社会学习到我们道场来，他有点能耐的人都有傲气，有傲骨，那所以我们要多一点包容。你要他的好处，就要接受他的缺点，慢慢把他洗涤，把他改变，这是一定的。所以你要说又没有脾气，又人又这个才华很好的，很难挑了，很难挑。那所以我们要典范，这个典范不就是精神，还有伦理啊？伦理或许觉得说，像这个在先啊，那是忧国忧民啊，一直提倡说把伦理确立好，那没有错的。就好像那个木桶它能够框起来，就是有一个那个铁线把它箍起来。这个伦理啊，跟修法的精神，就像那个铁圈，把木片每一片都兜起来，如果没有那个，它就散掉了。所以各位，我们不要把说初告反面啊，给尊重前人当做形式，那不是形式。你这么做，你后续大概会写几分？那将来这个就很稳固的。我们是要规定的，修道是用心在修，用心在办的，他要用心性这方面来陶冶，来陶冶，那么来启迪。所以这个部分呢，我觉得不要把它当形式，就算是形式，它里面也有精神。所以像我们建行老，为什么我们每天要去跟老人家拜年？因为他像是当今的，可以说是最高的前贤。他的今天我们有幸可以接近他，亲近他，听一些话，对我们都有帮助。像我们过去前人在的时候去拜年，跟现在去拜年就感觉不一样。以前有前人在啊，对不对？前人两句话我们觉得好像有个向心，所以这个可能拜年或许也觉得说可能可以，是不是应该来追思前人和追思前辈的精神？他会更有个向心。当然这个中间的事我们管不了。那像昨天下午到了基督东去，我觉得很多心。老铁的师虽然说不要了，不要来看我了，可是见到这些老后学，一谈谈的忘了，谈了很久很久，有时间没那么久了，谈从体制谈到跨站政和，然后来给我们讲了很多话，那就是说他看到后学也是开心，好像生命有一个传承者，所以他看得很开心，很开心。所以这个就是会觉得说是维系一个伦理很重要的部分。我们希望说这个部分我们一定修办精神的部分要多讲，多提倡就是新人才，多提倡大先先意，多提倡先修行典范，然后我自己是作者，这样才能够成功。你看那个国外啊，只要是那个动力很强的那个负责人哦，然后后面就一堆大堆，不过一
到对人以后，他就需要架构。所以这次跟他想去，就帮那个安德爸爸卖，发现说他可以架构成，就像现在的政有那个政，政权一样，一可以分为四类，还有一个第五个伙食团，住了几十个人的伙食团，可能是第五个单位。他们不懂，他们以前也没有接近政的那种经验班，搞不懂这种架构。一把东西他们很开心啊，原来我们这么大，我们不是小家碧玉的，我们有很有发展潜力，而且。那个令人感动的时候，刚设佛堂而已，发心要设功德，哦，很令人，而且今年刚提拔讲师，他就说：“梁生，我要设功德，而且功德的名字要我爸爸的名字在里头，叫洪德堂，他爸爸叫什么洪啊？”我说：“好，已经登记，赶快去跟众星登记。”所以像这个都是典范，在人间的典范。所以各位同学，你的单位办得好不好，不要怪东怪西。看自己的能力够不够，这是很重要的啊、哦。再来体制，我们从整个大的架构，或者觉得说前人很有智慧，我们就学前人的前人就够了。那我们今天的很多地方，可能各位没有注意到。请问各位，汪会吧，我们从的道路中心在哪里？那是地点。那是地点，那是死的。可是真正的道路中心是二十的副总经所形成的这个决策单位，这是虚拟，我都把它称为虚拟的。这个就是你脑筋哈、哦，要了解一下。很多人以为说，哎，我和他们科技游戏我就空了，没有。如果你照我们的游戏规则去做的话，你把原来的你原来的佛堂，想要划分成几个分区。几个佛堂，你就把它平均分成几个等份，一个部分堂，两个开出去，那因为是都势均力敌啊。但是开出去这些人回来，我们学前人啊，各道场的精英回来，这是策划群最高统一单位，哎，就学这个。后学发现，整个崇德真正能学的不多，真的。当然，前人有智慧。我们那边给老了，我这边的，真的。所以各位，我们崇德的啊，我们正德的这个代表是什么？不是黄雪凤哎，黄雪凤是第三代的正德的负责人，第一代是候选，第二代是李传夏，他是第三代，还是正德这个招牌。但是正德在哪里？是的，五个点安师加上八个区长，这是三个人就仿照。崇德最高统一单位的负责群一样的，这几个人会死，可是机构不会马上都死啊，不可能一下子全部都死光，所以不要一起做危机啊，有那个风险。那十一个补一个，我们现在到时候可以两个归空了，就补上去就好了，它永远存在，所以这个很棒很棒的一个机制，那我们就学这个，正德就永远存在，啊，不会说因为某个人凋零了。在就动荡，所以这个体制其实我们是翻版重建那边来，那是1333的部分是我们大家的集体创作，那也是或许在国内国外也帮办前人到各个道场去看了以后，各组线了解之后，我们写出一条路来，啊，这是体制的部分，还有开创这个部分，三朝普渡这四个字就告诉我们要不断开创，这个先生。没有说啊，我今天做了佛堂了，你们好好努力啦，没有这样子。各位区长，各位点人师，还有各位分局长都一样。我们不是做大包，把工作分小包下去而已，那是事情。可是我们如何精神带动？我们如何关心到每一个？像那个，我们都读过执行力嘛，执行力的人力流程怎么说？一个领导人他要关注到下两层的负责人，比如说区长，他要关心到分局长，他关心到小组长，然后呢，分局长要关心到这个组员，甚至一些道心人力，那而且把它整合起来，所以后续想啊，我们一定要去思考，多用把有限的生命发挥。这些人力物力结合起来，
办一些有意义的事情，啊，这是很重要的黄金三角啊。那这里有提到的精神，刚刚讲过的伦理啊、道风啊，这个都不错。或者觉得说现在很满意，就是目前来讲，很少有示威的，很少有，不是没有的，还是有些人喜欢传示威，但是固定的、特定的有一些，他也不以为他在传示威，啊，这是慢慢我们要把它消音，把它减少。那过去后学，大概民国86年、87年那个时候回来台湾，那时候我们国台还在嘛，那时候我们政坛会闹鬼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闹鬼？是非太多，都是鬼啊，心里永远都是鬼啊。有人跟我说，那是哪个兄弟跟我说，哎，经理有鬼嘞？我说鬼长得什么样子？我没有看过，我有听到，你听到什么？晚上起来上厕所。那鬼问我说：“要不要吃面呢？”我说：“以后你碰到他，跟他说我们点是喜欢吃面，结果点是好的。”那还有这个事情啊？说有鬼啊！我那个廖妈妈啦，要逼着我要拜那个好兄弟，你知道哦，弄得很非常丰盛，一定要的我要去拜。我好好，我来拜，我来拜。那我那次我那听不到，我说如果有好兄弟的话，我们商量一下。这里是道场，如果你要有什么冤屈、有什么事情的话，讲你来找我，我是负责人，你不要找错了。然后呢，你好好住到你是有功德。我来讲呢，我上来两两啊，其他人是两两，你才两三。他练完了以后说没事，哎，你还是很重视，所以没事，今天这回事。我慢慢开始推精进班，慢慢开始找到方向，慢慢开始找到方法，慢慢铭记向心。就没有病了，就没有鬼了嘛。所以这个鬼哦，当然有些人通灵人说有鬼，那边有时一个那个车祸死亡的人啊，但是这个那是不影响的。你有正气，不怕这些的啊。所以就是体质，就是精神啊。我们不要是非。那这里提到说，崇德体质已经很完美了啊，在整个大道场来讲。可是我们不能说哦，前人厉害啊，我们就站高，拖了解很多。不可以这样子，所以这里有经营架构，这个架构的部分呢，底下后续我们说分区拓展，我们自己觉得好像那都那么两时间够了哦，刚好卡好。那后续跟李老师，我们是奉命参加这个崇德的什么崇德道中心的道发展策划组的会议，那但是李老师没有参与啊，后面就代表台中报告我们所谓的他这个主题啊，什么主题呢？公共活动的组成跟运作如何？啊，那我看没有人讲话，我就起来，自告有人讲，我就跟他讲，公共活动要负责人，负责道的成败责任啊，这个在过去哦，好像比较忽略这个部分啊，那必须要专任才能够真正推动执行道的发展。一天到晚换人，老板一直换人，那这个董事会就不稳了啊。所以推动道的发展，就像教会的牧师，教会牧师啊，就像 7-Eleven 的店长的体验。所以各位，你不管是组长，不管是尤其是分区长，你准备成为一个佛堂人，你就是一个牧师，就像那位牧师呢。当然，牧师像点人似的，可以受洗，我不能受洗。不能点到，但是其他东西都一样。那始祖后天刚刚讲到世事末了，那这个什么开道系统叫做指挥系统，就是我们从点燃师负责人到这个各组分期各组。各位不要觉得说好像这个很简单，不简单哦。你看哦，那他的记录，我讲了，他们就把它载入起来。这个林点燃师也厉害，他说上层是负责人，中层负责人。中层就是干部，我们知道分区分局长嘛哈，他用的影子内阁，为什么呢？准备成立工厂啊，用影子内阁来形容。下层是承先组啊，所以就是为公共活动做准备。那我就这么讲，哇，他们都听得很惊讶。台北的一个刘邦良刘点师，他也来分享，他们根本不用需要系统，他是怎么样？他也有他的系统，各兼修嘛，他们是。千人俱乐部的单位，说千人俱乐部年到量1000以上啊，他一个佛堂要能得分11个小，分11个组，以组为单位是佛堂，
主下面有小组，名字不同而已。他的组就像我们的分区，所以后来有几个例子，台中有一个单位叫做正言书院，那个廖良师，他们也是跟我们一样哦，他来跟我们李良师请教分区运作，后来学的有模有样哦。所以后来我们不推这个固本计划吗？固本计划就是要把佛堂，就是要生佛堂出来。那生佛堂出来的时候，要分割，没有，像连体婴，对不对？要把它分割开来，很痛。我们五点是到正诚佛院去先讲固本计划，就他们问其他的事情说：“啊，你们这个设那么多佛堂不会痛吗？”会痛，本来夫妻就分好了，夫妻成为佛堂而已，他本来就在运作了啊。所以说这个部分呢，老实讲，我们宝哥常跟我讲，他很操心。我操心什么？台中的这205堂，扣到正德的12堂以外，还有那个廖水乡的那几堂以外，其他都要痛，将近200堂都在痛，分割都在痛。对，所以哦，我们给自己掌声一下好吗？不是说我们关起门来往脸上贴金，这是一个大家的智慧共同的凝聚，就是这么做啊，清清楚楚的啊，也不会推来推去的。所以他们你看他们的组啊，他们12个组，那泰国一组，越南一组，要去泰国开荒，要买机票什么的都是那个组，那个组就可以搞定了，还是我打那个组可以搞定，那个组是等于是那是我的区长一样，那是我的区长啊，就是独立运作啊。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，那个后来现在的梁师讲一句话，关键是架构。然后这个不是理论，这个是南北都有成功案例，他们这么听进去了。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要庆幸，我们今天做了10多年了，所以也是感谢天使的，感谢大家的扶持啊。我当然，我们开始的时候大家不习惯，尤其是像一个佛堂出来以后，又要分区的时候，又在那边，在那边搅啊，这个都会有的啊。那开张这个就跟我们讲啊，所以这个后学本来想说啊，今天是用这个表，类似这个表来点名才对的啊。没关系，我们再整理一下。那你不要小看这个表，这个表就是一个组织、指挥或管理系统。那你们听过一个名词叫贤政区划吗？听过这个名词吗？没有啊，怎么那么好命啊？贤政区划就是说省、县、市、乡镇、区或者是村里民，这是贤政区划啊，贤政区划。那么一般的佛堂，他们没有这个概念啊。所以你看，军有军团，有军有师，有旅有营，有连有排有班有伍，一伍3个人，3个伍为一个班，9个人，9条好汉在一班，那很清楚的，一个路一个坑。所以你一个道场，如果要这样架构起来的话，算不碰的。但是我们现在有个问题哦，各位，我们只有把那些会动的人架构起来，不动的就放着，而且后来变成什么？变成荒野，为什么呢？请他两次车子他不来就放弃了，这很可惜。我这等一下要讲到如果多元的来吸引他们，这个下堂课那个张老师也会讲这个问题。所以你没有这个东西，你怎么推展到你一个公堂像一个教会呢？啊，你教会都没有组织怎么行呢？这不是说我们好，这个我们在这点上就很先进。所以这里或者刚刚还特别去找一个资料，等一下我再谈啊，这是正德的架构。那后学也很感谢瑞敏，他是脑筋真是比较好。那个我们这个有策划群啊，底下有执行小组，下面他有这个半导体系，国内国外半导体系，国外的人太多了，只是写那个各系列而已。那国内的有这个企业系列8个单位，这样下来很清楚，这个都在这里。然后这是属于半导系统，就是指挥系统，以这个来带动管理，包括派公差做什么事情，靠这个。然后再下来这个实主运作是资源系统，就是实主从也是这边兼差的。当然这是我们台中人，我们这边的做法，他们台北不是这样，他们是用
道主来领导一切，这是不一样的做法啊。这就是资源系统，各系各单位也有，还有一个叫服务志工啊，这个两个是志工的，志工体系啊这个部分。那还有终身学习的，这里把十足一中心的一中心拿来这里，读经系统、志工啊，那个译文日办队，还有弥勒日的这个啊的那个推展这样子，啊，这些就是我们的一个架构。我觉得危险的，看起来都眼花缭乱，改了七遍啊，内容改了七遍啊，才啊完成一大部分啊。那这个是也是天师的，天师的。好，再来我们伦理啊，伦理的部分，这有几个。第一个部分刚刚练过了，就是怎么样底下互相要互相尊重啊，可以这么讲。那这里有引导伦理，就是比较浅显。引导伦理是感恩为主，为什么呢？我们有个引导师，当时因为我是姻缘的关系，或者是结婚的关系调动了，那引导师还是引导师，最少我们每天都要一个手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当引导师也不要来过。人才不在你的身边，不过他每天一个手，呵呵，也是领受的啊。那这是感恩为主，那是感情的部分，也是归属的部分。那么引导师也在同一个单位里面，那就是组织伦理。那组织伦理就是开到指挥体系，承上启下为主。这个部分哦，后学第一位，这句话我念一下好吗？来，无法被领导，就无法领导人。各位同意吗？蒋公说的话，我们过去读训，每天我们是军官团嘛，要读训，要读蒋公家言录，里面他好家言录很多很多，我只是记得这一行，这让我记得了。那还有那个蒋经国，他也有家言，蒋公都有家言录，我记得一句话，有一天他说，人家骂你的话都是真的。人家称赞的话多半是假的，这个话也很受用啊。所以你不要听到希望别人称赞你，那多半是应付应付的，或者是加一些赞美啊，让你开心一下。那真正受用是骂你的话，骂你的话应该对有益，为什么？那是利的作用啊。所以组织伦理这个部分，就是说我们一层一层的承上启下，而且这很简单嘛，就像孝道一样。我常跟那些没有结婚的人说，你们听不懂孝道，为什么？你没有养儿育女嘛。如果所以你要特别认真听哦，你听不大懂。他们都觉得说不服气，怎么听不懂呢？那其实有养儿育女的人就知道啊，养儿育女真的不容易，知道妈妈爸爸很辛苦。那今天也是一样，会讲是非的人多半是没有带候选人，为什么？他没有给候选磨练。现在的时代不同嘛，当孝子，父母要孝顺孩子嘛，啊，前者要孝顺下面的人，啊，所以都不敢让他考倒了，让他受伤，都老是百般呵护，委曲求全，然后来让他能够明理之后，他就感恩了。那所以这过程当中呢，会批评前者的人，就是他没有候选人。那这个话不一定准啊，不过很接近。你说带了一批人很苦心的成全，受了这个委屈，然后带出来的，你不会好到手，因为你知道不容易，当前的事情不容易。所以以前有人在批评前任，我说给你建议啊，我不晓得你讲的对不对了。不过有一天你当前任的时候，你再看看前任做的对不对。如果你没有机会，你就不要谈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些东西，他我们在底下看，看不准。而且前人不会害自己的后续，当然有些做法可能有待商榷。不过他在那个整前提考量之下，他们这样做一定有原因存在。所以后学有个想法啊，跟各位分享一下。以前也讲过，我们在道场啊，要把浅显的错误，你认为的错误呢，用幽深浅的概念，你认为浅显不好的、不对的部分，到我们身上就没有了。就把它优生化，就把它过滤掉。那这样一代比一代强，这很重要。不要一直去埋怨前前，不如把前前的缺点在身上看不见。我替前前改的，总可以吧？我改不了前前，我改自己嘛。啊，这是很重要的啊。再来，道子伦理，就是说公子啊，应该是公子的伦理。我们
点燃吃，讲吃，谈止不谈止，讲言半时也就是叫天职。天职，除非他三清四圣做的不好，做一些这个财色不清的事情，他会被革职。那其他的是公职，比如说朝局小组、忠义之班，甚至于始祖的公职，这些都算是公职。甚至于我们的所谓的区长、部级长也都是公职，这是我们人间运作方面的。像别的单位没有区长、没有部级长，我们承认他，而且他是很重要的。你看，请问各位，在正德区长重不重要？他虽然是公职，不是天职，他是很重要的，他是掌握整个正德运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分子。所以我们正德就给他一定的这个。可以说是责任跟尊崇啊，所以这个要继续去做。虽然说我们是公职，那这个像这些古代很宝贵的努力，为了从人啊，你知道吗？正德很少事情会让后学睡不着觉，从人的事情让我好几次睡不着觉啊，差一点点，差半米路，啊，中间就卡在那里啊。如果是外面的环境，别人卡的还好，是自己人卡的哦，我还想。又是浅显，你没办法改变它，啊，放不下。虽然说常常有人说修道人家万缘放不下，真的放不下，睡不着，睡不着就感冒，就变成这样子。所以就是公子，我们把它尽心尽力把它做好，那是我们该做的。那你会说，有些人会计较呢，我出公差啊，我至少出一点啊，帮正德乱一系列的各位先生，地球是圆的，你付出越多。上天帮助你就越多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看喽，红姑、谢姑，谁是前人生根？当然道长他很少去管，那现在也是一样啊。现在前人不在了，他到处跑，可是他道场永远是数一数二的前人。所以各位，公职尽心尽力，老天不会亏待你。在正德里面尽心尽力，也老天不会亏待你。所以先讲卖给搞了哈。我们都是同修啊，我如果你这个力量少一点，我就多帮一点就好了嘛。这个很重要啊。在道经里应该是品格伦理的三清四正要自己要求自己啊，不要利用道场组织做生意牟利，这个是我们要守住这个原则。我们今天有讲，这个人跟你原来是朋友的，先认识的，那你跟他做生意没关系。如果既然道场来认识的，那就是道亲。不要借道之名来谋私利，这很重要的。当然，除非你做什么生意，他是用钱找你，那另当别论的。我们要利用道场的机会，在公司哈不分的，或者说我们道场啊，只有互相帮助的关系，没有利害关系。所以道场你不用担心啊，谁借谁钱啊，谁有钱可以借啊，这些都不要去打这个主意啊，这个都是我们道场所不容许的。所以这个系列物这功能物的一层一层的了，这个我们就不说了。但是现在我们最缺的是什么？小组。我们成员小组要把它壮大起来，那是基本的，像这个班长一样，像打仗的班长一样。那接下来我们谈谈这个才华领地发展的一些构想。那当然后续的想法就是说，刚刚有讲过了，希望正德所做的都在实验。国内国外的各单位都可以亦步亦趋的跟正德一样的状态，不是说只有正德会这样子，甚至于后学也不认为说以后你盖的佛堂要比正德小，没有，哪有人希望他的孩子比他还差呢？对不对？尤其你盖很大的时候，谢谢我们佛堂给他用了，不是很好吗？当然我们不能怪前面有他的传统，这个不能，我们他有他的必须要的一些规矩。就是我们正德放弃好了，所以各位区长，你将来地方大没关系，报备一下就好。好，我们以后我会参与设计，以后公家怎么用，这样就好了，不是很好吗？所以那这个首先才华已经是个部分的，第二才艺规划。那坛主会是很有限，老实讲是我们可以开拓额外的收入来源及广结善缘。以构思辅导系列成为文教园区，就像正德这样子，还有这个烘焙部，还有无毒生活的这个旗舰店，它有佛堂，佛堂代表叫正序，
这个正气九个太阳啊，这个占卦啊，我们正也占卦啊，那它就代表可行性啊，因为下面是又是上面是火的，难道各位不可以吗？可以，我们都可以这样做，我们都可以这样做。那所以它是文教，所以文教连续就是说，因为我们文教是我们的专长，教育啊，推动这个社会教育啊，或者道德教育是我们的专长，所以后学希望各单位都有大不小的园区，好，乃至一堂公堂一店，有长店，不是每个店的、啊，是说你有这个机会，那边也有人，有信心，我帮你培训之后，啊，可以做一些合作方式，比如说我们书院投资多少，这个在规划，那你投资多少，那你可以有个店，啊，店的部分，那个佛堂的部分当然房租你要出，店的部分可以分，照那个层数来分，啊，这可以这样子。就是让五大主轴相关的啊，来推展。当然，财务要透明，这个很重要，这个很重要。我们正人的惯例啊，以后者的惯例，负责人是不管钱，负责人只有花钱，要花，大家开个同意的哈，开门店要花钱，不摸钱。以前的方丈不是有一个戒叫不摸钱的戒吗？啊，那现在我们正人的负责人也是不摸钱。但是有人管账，那有人有这个就好了。但是现在我们有个想法，就是说，各位不要说啊，正德盖好了是不是不需要帮忙的？所以刚刚在跟梁青、跟宝哥经理啊，他们都是在负责事业部啊。以后这个事业部跟佛堂的账应该分清一点，因为你这个佛堂如果没有事业部，你还是个佛堂，你还要收拾别人，你还要有人布施、财华、礼器都要有。所以啊，事业部它是有理想的。你看，目前鹿美求的一个住宿型的一个实验中小学，那一点几个亿啊，对我们来说很遥远。所以那个理想的要几代人去完成。我们现在做的是累积的能量。比如说，我们有一天买一块地，给下一代人去做个学校，有可能这样子啊。或者我自己趁年再来负责学校，有可能吗？所以那是要接棒的。慢慢这一棒继续下去，所以可能慢慢我们不是干部了，我们要了解，你不要跟着硬扣啊，对啊，真的赚钱的。不过老实讲，今年的福利社，因为装潢什么的，所以那个 income 那个是剩下的那个不多了。我们幼稚园是一样，幼稚园如果以盈利的角度看起来，它比去年可以赚更多，可是它花更多。中铁有什么？补习班100多万，哦，我这个8万的，所以看到账面就不大好看。但是我不会看这个，我看到他的努力，他努力是要给他肯定。所以那后学就说专业化，道场就道场专业化，啊，这个所谓的这个事业部应该也要专业化，以后有专业经理人。昨天我碰到丽美，还跟他讲，丽美快点回来，快点快点，我正在讲，快点快点，有专业经理人以后，哎，我们就会。委托给他，让大家做决策，给他做靠山，然后呢，为我们的理想，真的，我们师父那么辛苦。